这是假妖病的啦，啊，这个男子叫做渴慕神，渴慕神，渴慕神 ，desire，desire， 那咱对神啊，个名就是渴慕神，阿妹，阿弟子话咩？那咱基督徒啊，唔是一个宗教的信仰，阿妹是叫做宗教的信仰，宗教信仰就是啊，如爱白而已。咩使？啊，如愛如愛來，你咪來。啊，呢是叫做宗教嘅信仰。嘿，咱基督徒是啥？咱基督徒是跟神有關係，愛的關係。聖經甲咱講，上帝愛世界人，為咱人放殺咧而死，所以咱甲上帝關係是一個愛的關係。等咱講咱主，咱愛主，主愛咱人，咱主來對渴慕哇，親近伊。祈祷给伊，阿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唔是一个宗教的信仰嘅，而是一个甲上帝爱的关系。啊，上个行教会爱，哎呀，无可能，嗰只爱是行教会爱是一个宗教信仰，唔是。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，所以特别对上帝有一个渴慕。为人误会，我咪啊，上帝是啊，特别无聊，无需要咱。啊，其实唔是啊，上帝调节将这个关系，限制咱神，好啦，咱会介意来讲沟通。而且上帝拢需要咱爱啊，啊，无上帝咩欢喜，你顶拜伊时，你前几时，其实主是真啊欢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，咱特别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常常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伊。那有人感觉到，哎呀。哎，渴慕神啊！即是啱啱是被疼痛嘅，到底是你做掉，还是未做掉？你做掉，人哋就问渴慕神点样做嘅？因为，因为渴慕是每一个人是人的本性嚟，是人的本性啊，人的天性。OK， 比如讲你渴慕啊，达到查某嘅关系，哇，嘅爱情，爱情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啊？是，人渴慕心，渴慕啊，渴慕爱情，为了渴慕你，哇，伊要成功赚大利啊！所以有条款像爱拼啊，才会赢，对不对？爱拼嘛，做人啊，才出来有一个渴慕心啊。所以咱对上帝不应该有一个渴慕心。所以，可能人啊，像为了这个世界，为只来打拼，为只来努力，为人是为了家庭，是吧？为了咩？就是为着要赚到满足，为着要赚到满足。这个人渴望是为了赚到满足。我必须要规家做工，因为我希望我赚到钱，会满足我家己，会满足我厝内人，会满足咱人家庭。特别是我要娶我家己，因为我家己有需要。啊！我讲有需要，想要建立一个家庭，因为我想要在家庭里面谈到爱满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今天真济人啊，为了谈到满足，离开了上帝啊！哦，拼命也无明白，我安怎要谈到满足？说拼命拼死，在你世界又拍拼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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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拼，但是到尾伊回头看是，哎呀，我原来离开上帝的门啊！我为了咩？我为了满足，为了满足。搁当时今天个弟兄们，要谈到满足，是咧谈好呢。家里边我谈到满足，唔是只谈好个。那上帝今日开始掉落好啦，我上帝开始掉落好啦。上帝讲呢，渴慕的心嘛，你听到会谈到满足，世界的满足。是第一站，以后拢满足，但是过了后，唔是安尼款，袂长久。但是上帝甲咱讲，你在伊内面，你赚到正正的满足。但是你这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拍开，你渴慕的心。所以上帝卖你一世界为家落去撞，赚到满足，伊袂你真简单嘅，咱咪看你嘅经文。诗篇107篇第九节，这篇讲到因为。伊是咩？上帝予心内渴慕的人啊，肯定满足；予心内
妖魔的人，贪着美物啊，贪物质上啊，物质物件贪着。如果是对主渴望，上帝要祝福你内面，唔要祝福你外口。阿妹，所以请简单两样字嘛，渴望、渴慕。渴慕就是一条路，渴望就是一条路，和上帝来满足你心。那还是怎么？上帝的心就是为了人尽啊用，尽啊用，尽啊用，他就满足。所以咱开咱的心，咱人听到会听到。那广告广告，今日是广告心，你对主有心，还是无心？哦，那广告咱人看心，唔单止咱对主要广告，咱做其他物件都广告啊。比如你听到这话，做代志啊，还用心？是不是做大事用心？无论做大事用心去做，上帝祝福你。为了希望讲，我祈祷尔，我大事免做的，我去趁着我做，其实这就是上帝心。为了讲过来个厨啊，讲拆车咩，要转身，是不是？我拆车转身去上帝做咧，有倒下手的时候，你免去烦恼的，你免惊讲啊，我拆个半死啊，苦无咩？上帝个都担在。骨力、爱魂、咩心、恒心、恒心，好劲！我叫坚持心啊！骨力就咪坚持心，为人是头前骨力，到尾后尾是反正咧，无力咧。但是上帝要祝福很多人，上帝要祝福一个人是骨力的人，另外有坚持心。做囝子变怎啊？即讲到家庭点子啊？做囝子爱有。有孝敬父母的心，啊！你希望上帝满足啊，你啊父母个囝个观念，啊，你头先你未晓做有孝敬，上帝个大这里家庭，大这里物个囝个观念来祝福你来满足。那做阿爹咩样咧？对方个用心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到等咱用心啊，对咱个宝怎就啊，咱个宝会煮火了，等咱只啦。做哥的咩咗咧？顺服啊！做阿啊顺服阿的心嘛，但是做哥咧啊比阿个教伊咧，但是伊个是看袂过，而要甲伊暗打咯，而要讲你阿个都唔对啦，都唔对，都唔对啦，你命你命，结果佮你家庭乱，哦，所以看到做阿做人阿啊做人阿做人哥比较心，过来不长命嘅，就是做阿哥阿妈咩咗？做阿公阿妈爱和放心，啊！做阿公阿妈爱和放心，但是唔是干那用心嘅，啊！做阿公阿妈边要放心，有一个姊妹啦，伊家己阿大陆，哇！大陆，那伊妈个只好咧，我个跟你讲，这里是无啊无好诶，哇！伊妈去插嘢代志，结果离婚。未放心嘛，未放心听上济呐，是个人未放心，你听人家老人，其实呐，你听教员呐，个人呐，啊做阿公阿妈爱他放心，啊，但是未见面长时间，啊，落来，他们说阿公阿妈未放心咩？因为人家啰，无担心，啊，无担心个做生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唔知你听袂一句话，意思是讲你出来有一本经啊，才歹念的。啊，因为人家我无当心嘛，做佮你乱，我听讲家家有难难念的经，家家有一本歹念的经啊。但是啊，下面即卖上帝和咱人一本正经啊，阿妹，所以厝啊，唔是一本歹念的经，啊，上帝和你是一本正经 ，OK？ 所以你们读所做新的经字面啊，咩啊读经？哦，做神的儿女要读经，啊，为人就是无读经啊，所以奇怪，因他妈做圣经都写你咯，会读经，祈祷买回心，哦，做圣经嘅人用心敬拜爱专心爱心爱尊心 ，OK， 尊敬神的话，要稳的心骨心 ，OK， 传福音要有勇敢的心。做基督徒要有长进的心，哦，长进的心。
因為正正聖節禮部啲曲牌線，嗱曲牌線咧，上帝咧咁係要攞出嚟先，所以看到唔單止咱被主廟只曲牌線，吉勤要攞出，咱嗰啲凡事盡心啊，佢做行大事點知啊，吉勤要攞出嚟先啊，啊有件事我哋身邊係啲唔嘅，我是用心邊做，我是希望用心哦，好大事。人哋今日就諗嘅誒，跟我正大事做嚟。亦交俾三百嘅人，個三百點整咧？我那是準備無好，不斷去開人哋錢嘛。啊，我唔是俾做你錢嘅。OK， 嗱，為人咁樣做，對主無材料一個，無一個曲愛心，唔過啊，無病唔盲啊，即係字唔盲啊，話多少病啊，是一個心字旁心，即病咧是滅亡嘅亡。一個人咁樣做，對主無曲愛心啊。因為伊無病，無病個人心死，好心咪死了，心唔係死啦，心唔係死，所以為人啊失戀，哎呀，你家己緣分運超啦，你拼命做格，希望咧可以對，希望家己對你查某咧心死啊，你哋無病，你哋無病，心死，啊，今日你真慢，有一個原因可能咱人無靠無助。可能咱对主的心思，这是第一要紧啊。当咱对主的心思来讲，意思是讲主啊，我已经对你无兴趣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啊，主啊，你爱别人啦，爱别人啦，我无需要你爱。当咱对主的心思是话，你看到，这是啥？上上帝是嘛？所以你看，当咱无靠无点是，哎呀，上帝也是真激心。只能即時，哦，嗱，咱要做一個確保幾多檔啊？落嚟，落嚟，嗰一個問題就是，你後尾數一個人啊，無材料，嗰時到嚟追求主，嗰時到確保主，因為一個人愛世界，愛世界物件，無明世界行去，然後心就冇咧，冇一個所在，我上帝慢慢離開上帝，慢慢。心不死啊！嗱，其實啊，每一個宗教，每一個人啊，每一個世界嘅人，即係我哋世界嘅物件，不管類啊、地位啊、名啊，是第一層。但是後面數都，後面數嗰啲人啊，都是表面嘅去追求。我明即係講啲世界物件是第一層，但是你去看到，哎呀，後面數啲人嚟講，佢哋去追求世界。上愛上面，上愛上面，上未通，甚至人貪心咧，甚至人啊，人嘅心啊，有時你無底，貪念底底底，面目嗰底是哈咪事？並且世界物件是底層，但是人啊，是無停無停嘅追求。各位，我發覺到一個問題，原來啊，一諗人真正追求嘅是因緣，唔是底層。一個人若是追求世界類也好，什麼也好，其實是追求因緣，伊毋是追求第一層。比如講，類啊是第一層的，來了就去啊。但是追求類毋是人目目的啦。即一人追求類目的是佢希望伊繼續類落去，哈，是不是？繼續哇，你啲，咩所謂邊嚟睇你？我是希望攞來你會來，你哋來攞攞來攞類因緣無類，我後代都做唔嚟，所以係追求因緣。唔是追求第一层，啊为人追求水，哇水啊，或者个长长，系毛毛长长 ，OK， 啊，等个成个落坡咧，开门啊，落坡嘅慢慢慢事系做咩？又扎帅，扎波长长嘅事系咩？高门啊，哦 ，keep 啲门啊 ，keep 啲，打波狂啲你门背啫，啊讲笑啊，嗱其实啊，即系人追求水啊，因此。伊毋是追求加一水啦，加一水对来讲无满足，伊希望伊落来落二来二水二来二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就是惊讲，哎呀，我无水，我会老咧，所以追求，追求，所以人是追求长久的物件。那归人追求咩？爱 ，love， 啊，追求爱。那你再讲人啊，人爱是无运转的，人爱是向开嘅，然後未靈魂，但是啊，你發覺到，咦，查某成日出咁亂，
伊 private， 还是伊阿诶，你英文爱无？你会用英爱无啊？然后这大哥，哎呀，都白讲，是我是英文爱，是啦，讲睇住啊，啊，而且一个人啊无好处，哎，那是痛苦啊，继续爱一个人落去，做你可能人追求爱更加是追求英文的，伊是为了你爱，伊为英文。看到这里啊，别平凡的看到这里魔障。所以你今晚上上帝给咱，上帝怎样给咱咱个人谦卑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对的，讲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啊，生命的粮。反正是来到这边听到无得要了，反正是信我的人，平凡无最大了。好，所以耶稣是 straight to the point， 在讲路，加上路归机会。是英文唔是地震，所以咱吹来吹去，到啲世界撞来撞，哎，原来，哎呀，耶稣给咱一个答案，原来咱祈祷以为，点解就是谈英文，就是谈英文的魔咒，英文无个咱要，英文谈英生命，但是即摆今日上帝阮希望，到底咱会为咱的生活每一方面来满足咱人。但是咱要准备，咱要有一个确保的心，为人是靠家己。伊唔知讲主会相信定未相信，虽然是信主啦，啊，虽然是信主啊，伊当然改变了，是果是人无，啊，为靠主，我靠主，这是必要的。啊，为人是，哎呀，会定时拄到问题，哎呀，我祈祷咧，久咧，还未到，所以对主的这个确保，会经滴滴来。变作无嗰啲渴望上帝嚟满足，所以一句话咁讲，上帝期待嗰啲追求嘅人，并且嗰啲人，并且上帝会期待嗰啲人做嗰啲大事来娶伊。意思是讲，无论是遇到咩问题，上帝都会等，上帝都会等，伊期待你来娶伊，伊俾人满足。咱个上帝就是咱个上帝。然后讲一句话，就是安讲，咱个人啊，想要拼命去谈满足，其实咱个上帝已经给咱完全的满足了，完全的、完全的祝福，完全的满足。那上帝家己伸手来满足侬，但是侬感觉入面满足，可以找外口物件，无差，其实无用。无一项嘅满足会赢过上帝，所以为咱未赢，为咱拼命要赚到外口嘅满足，伊唔知我管咧上帝可以满足是第一关全。我有一个姊妹，或者结婚，伊家人离婚咧，要离婚咧，哇！真结婚，几多，唔知咩好。上帝家讲话，为爱。无够甜蜜的心，他们是如果在锻炼那过去的代志，我爱无够呢，我爱无够呢，不停都要你爱，未到底有帮你安尼爱，要跟满足，我是要上帝，我无够满足，哇，这人被人请起来，哇，完全头白呀，对，上帝爱已经够了，已经。所以弟兄們，咱人不要緊，等咱緊摸著點正，咱要緊上帝，要緊上帝。如果咱看一個人，叫做大衛王，那一對上帝的詩嘛，是按照款的詩，詩篇63篇第八節啦，詩篇63篇第八節 ，Psalm 6。代表王这句话，这明显就是讲，伊是一个靠无主的人。伊祈祷来说，主后面
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我们跟随路，然后呢，路的加手，啊，加手是灵力的加手，两只手讲右手，我是讲有灵力的加手，你加手，佮听到要砍掉我了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对主的渴慕，对主的渴慕的心，上帝佮佮同在，佮渴慕的心，上帝佮佮同在，佮带来主的同在。但别王不是一个榜样，你跟人讲，当咱人心要来面对主，就是哇，主的手啊是牵着咱，啊为咱无缘被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是安怎？什么是神的同在？神的同在就是牵着我走，所有条款拢是，看起来个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这条款蛮潮啊，潮啊，潮潮个哀嚎，其实主牵咱手应该欢喜啊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主牵咱手应该欢喜的，不是？其实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把你挂住，哎呀，你同跑啊打球，我已经知啦，主是咧牵着咱手，啊。主是咧牵着手，所以像兄弟姊妹，上帝从来唔捌叫咱一个人去的。人生，咱人生的道路上，帝无可能叫一人去，一条牵着你手行。啊，我叫我细汉点子啊，哇，参爸爸去 supermarket， 我细汉时就穿啊一件怀旧的，啊，真正开始。那我买物件是爱买贵卡的，买贵卡的。然后我去一个 supermarket， 我看到阿伯通，哇，好啊，看到好啊，我爱了，惊我爸爸买俾嘛，好，爸爸买俾我了，我买买贵港，贵港，哇，爸爸年轻嘛，不要，哇，我给你买贵买贵买贵，还当年，去来去去还当年，爸爸赢了，爸爸就来赢我嘛，去来去去不要紧，咔，咔一声。所以我手出轮，我真袂惯。出轮，啊，出轮啊，看到，哎呦，一个人死去，两条死去。然后，但是你看，现在嘛，咱甲上帝啊，你捡来捡去种啥？你手会一条，啊，你手会伤着，啊，搁上帝手是有力的，上帝手比咱比我爸手搁有力。搁为人惊讲，哎呀，主，哎，我唔知离开主，其实啦，你无才哦。主的手若牵着我，你是无材料，其他家你是无材料想。为人家主啊，你不接话我了，你卖我了，你离开了，其实无一个人啊，有材料走出主的手啊。你若是去外，你若无来搞的，你走二三十年、四五十年，到到尾，走未出上帝手的。无一个人走未出上帝接话，无一个人啊，走未出上帝同在。所以上帝就是有力量的。有另外的上帝，有另外的手大个出名，大喊人去，大多人去，哦，但你边啊，你大啦人去，上帝有另外的手是大啦人去，所以无另外，变做安怎，变成安怎，哦，无另外，因为上帝的手，刺到你身骨，所以做啥变做另外，所以一辈子有一个靠关心嘛，对家哩。买个 pass， 买个 spy， 刚刚看得出，看得靠我来个最了解，看得出，看对得出，主就是看得出，主无帮着啦。相反的，主是一个唔单止爱得啦，唔单止咱对主啊，对得出，但是人家讲啊，离开啊。但是都为人也是行一半了，就停去了，无来了。但是咱看到对，哎，上帝也是，耶稣也是无想，伊个 star 呢来看到人，彼得，彼得，就是第一好一个 example。啊，彼得撒刀无认主，啊，哇，撒刀无认主，然后走到咯，走到对去了去了。哦，圣经讲伊都跟你两户，古古邦是邦罗古邦去对耶稣，黄金是撒旦无认主走去耶户，但是耶稣哥斯达都对来找伊，是不是？哥斯达来找伊，然后
耶稣找这个彼得，叫啥彼得在哩做咩？在哩掠鱼，掠无鱼。哇，在哩要找啊，掠无鱼。但是耶稣开口咪，彼得你做咩无忙？还要吃准备？哇，结果你都吃济鱼，153条鱼。哇，你看到？那彼得，彼得三刀无认主啊！哇，搞个心是钱啊，伤啊！佫加上掠无着鱼啊，唔知是伫报应啊！是唔知是唔是我三刀无认主啊，讲我掠鱼掠袂着啊，报应啊！伊到倒倒报应来去嘛？来报应啊！倒报应，报应嘛？唔知啊？无有啊，无有啊，其实有其实，无人家其实无其实。我啊，我咱是无相信报应，我相信每一个报应是耶稣已经给咱。都咱信主的人，无管你做啥物件，做对还是唔对，上帝伊阁是倒好机会，伊唔是用报应来做。所以若是相信报应，你先去信相信佛教啊。我个是佛帮是佛教的啊。上帝有教，佛教教你讲，浪中是报应，浪中物件无好，我升到你身顶，就是报应。啊，就是我有办法相信。啊，信主的原来不是啦，原来就是个爱咱的神，提早咱的报应。唔单止咱对主，无好对主，但是上帝，佫是到看咱人，佫是到原谅咱人，所以必定。彼得咧，其实是一个较无罪人，所以耶稣在讲一个人是爱主的，所以都对伊找，所以耶稣问彼得咪，你爱我？你爱我？也问一个彼得咧，讲主啊爱我。耶稣咧问彼得，你爱我？彼得咧讲啊主爱我。三刀，彼得三刀回应，所以一个人较无主啊，别管多好，我写彼得的啦。但是上帝伊从来无帮助个人，伊无帮助个人，所以睇你即嘛为人啊，话为人感情，我哎呀死啊！我不如哎呀对主无呢热心，无呢渴望，我唔敢咧亲近主啊。其实这是唔对的，其实渴望主啊，是一世人的代志。为人头哇头三顶是哇只爱主个个位，嘛是无。为人开始时无讲真正好，一定也是好买哦。啊，买买时哇，不能交给伊哇啊老了啊老了，哇伊最主要是无想啊，哇真正够薄了啊，交彼时是好买。啊，为人头先做这，为做这做那，到到尾哎呀，反正，所以兄弟姊妹要鼓励大家钱，如果是有够薄时，上帝阁稍给你打折。过少搞你同齐，过少换掉，如果少贱啊！我来确保的心啊，会带来德性。大家讲德性，那诗篇42篇第2节，啊，大卫王，特别王讲心啊，我的心啊，确保你。想到这个落哭无水啊！我心啊，真啊想，真啊少年，我就是应生的神啊！我第时被见神呢，哇！一句话真重，神啊，我要见你！哇！代表祈祷，主啊，你看到我，我心哭无路，想到落来，不是骆驼啊，不是骆驼啊！那么说，代表讲用落诶哭啊，用落诶哭无来代表伊对神的哭无，你莫用骆驼。啊，骆驼嘛是个骆驼，伊有两个驼是地主。那其实啊，骆啊是只特别的一只animal 动物。伊到底伊吹大点声，伊拼命走呀，走甲吹水点声，伊规个头落去水，哇！啊，伊毋是像个猫，佮是狗连水啊，反正就是你无啥物。你是钱啊，靠磨，钱啊靠磨，用来搞做苗子，做啊，代表用落来代表对主的心，哇，主啊，我钱啊靠磨，我钱啊想要求，啊，摩西到你山顶拄到神，是不是？都达到，但是无法拄到神教了，讲神啊，
你会使让我看到你的荣耀。是的，把这句话当作上帝是。这个人唔呀，找我找到狗狗，唔单止要我同在呀，要看到我荣耀。哇，老神奇！所以咱靠无主的心啊，就变安尼啊。咱要祈祷主啊，我要来见主啊，我要看到你。咱就变一个靠无心。那大家好，那圣经里面有诗篇啊，诗篇多几有多几篇？诗篇有多少篇？几篇有多几篇？150。哇，150哦，厉害啊！好想知道，150篇。大家好，写了几篇？啊，这是个难考的嘞。这个那是无去，你无去查啊，你也是唔知。大家好，写了几篇？四篇里面150篇，代表写到是，唔知啊，啊73篇，啊其他是别人写，给我别人写，这样子写是73篇，我材料证明一下呀，啊有可能别人是一下，我想是往材料用首先经过你挑，这样材料用这样话，恐怕73篇是代表写，那四篇里面全部了。代表我们对神的祈祷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主啊，你原谅我，主啊，你救我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主啊，我听候你，主啊，你是伟大的神。你所看，代表我啊，是一个真正渴慕上帝嘛？伊是对主的对祈祷啊，对主的心意隆重写到你圣经，做见证哪有圣经噶？四篇，哦，哪有看到四篇？甚至将伊接邀伊到你敬拜祈祷当中。发出预言，预言嗰个耶稣未来过，我来敬拜主点声，前面不是快，或不是有预言发生过，大以色列，所以看到大卫王是一个确无神的人，然后大卫王当年十几岁点声时，拄到一个这么大挑战，可是十几岁点声有一个人啊，再讲，对。有一个有敌人啊，要来打以色列人，要来打以色列人。然后这个腓力斯人是真啊国家的，哦，真啊国家的，要来攻击以色列人。然后就躲在边，躲下骂以色列人，哇，你敢出来，跟我打，哇！然后你暂时是扫罗做王。所有人驚，以色列人都驚，無一個人敢出來。然後大卫王佢未答人咧，哇！佢驚出來講，佢驚出來向耶和華講，你人來攻擊我是靠了刀槍的膽，但是我來攻擊你啊，是靠了万军之耶和華的名，就是你人選我人，帶領我人以色列軍隊一線。都看大卫王啊，自家去行出来，我是靠了神的名来攻击。所以大卫王是一个无神的人，所以生命充满了真啊侪得胜的代志，真啊侪得胜的代志。等咧，今日我准备大家，等咱拄着问题，今次咱甚至有甚啊大卫王啊，刚刚行出来。向着咱个问题，向着咱个病痛，向着咱个困难宣告，我是靠着神的名来偷办你代志，来赢你代志。你话，代表我们一家确定，这肯定。因为对神是一个，你对神的关系是一个，只要确保的事，所以这肯定个神的关系。所以对面对问题，今次啊，你是无惊，站出来。我是靠着上帝的名来面对这代志，所以确保神的人，一切都出来得胜。那魔鬼，佮点点的，何咱人心惊胆战，何你做虾米，我无确定。你话耶稣在你经节40节的当时，要了，魔鬼佮耶稣讲，你那是上帝的子。我将这个巴图变作鸟，OK。但是，咱知影到底耶稣到底写哩，当时是天规，
有一个声讲，真的是袂惊。但是耶稣见者，四十只妖是无比讲，论那是上帝的名，来变你，你论是上帝的变个，论那是上帝的名，请他听字的。啊，论那是上帝的，我安怎变你都无用。啊，论是那是上帝的，安怎你看几多都没有。啊，论那是上帝的。安怎你你行不好？安怎你出来问题？你那是上帝听，无未来，用你那是上帝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啊特别确定，咱人每一个人是上帝听，无管你是好听歹听，你都是上帝听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生一个听，这个听是谁给他做？安怎做人听先？还是谁做你听呢？谁做人听先嘛？无管我生出来是好惊是歹惊，但是就是歹惊，这是事实。到到尾人都唔知。那咱甲上帝关联是啥款？无管今日乱做啥，头场物件，你就是上帝惊。上帝先确定肯定，确定你是，你是歹惊来，你是我出错来，你是我要听耳朵来，你是我要当财，你是我所爱，你是我想要赦免。你是我要来偷拍的，你是我要来大接发的，你是我要用文件来充满你，伊是互你确定，然后互你慢慢有能力起来，活出耶稣的款，活出耶稣的样子啊！了解啊？当然，咱不是慢慢变作上帝样，咱是慢慢愈来愈耶稣的款，明白？了解？阿妹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确定，咱唔通学因为咱人犯罪 style， 那是犯多 style。哎呀，主无爱我，主唔爱我，咱要确定，是我做唔到，但是我领受上帝的恩惠，我嗰 style 是上帝嘅，我嗰 style 是得救嘅，无必要，无必要做我。那。无事，你应该是容易的，是嘛？你容易吗？我其实是阿伊，为人讲我无不变。其实啊，确无事啊，前件事啊，其实也简单嘅。上帝甲咱讲呢，哎，喺你看你哪该去天国？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？喺你看你哪？饥渴不义的人，了后面。唔知咁你講乜話？上帝講見啦，入天國嘅人，嗰時間你可能難避嘅，唔是避啊，嗰時見啦。你諗話咩？改變成咗見啦，你講，把你嘅入天國，咁你做咩想見啦？我哋見啦是正單純，是咱確無神。我媽媽啊無地就好啦，我得見到。是这单纯，心心是这单纯，确无心这单纯。所以每一个人啊，好材料，你也是上帝同在，上帝祝福的。因为上帝给你咩办法来成全你，给你咩办法来谈到这，不是人爱办法。你要安怎谈到主的同在？用人爱的心主啊，要给你同在，我要来请你。你要安怎谈到主的祝福，谈到主的福祉？主啊，我想人爱的款来相信你，你所信的应该。我是咧影嘅，嚇、啊！今日咧啲事，我咧坐車，我是留我明白。比如講先師傅話俾寫幾本車，哇 ！Hebrew 師啦，我哋翻譯出嚟解釋啲錯字，然後你會咁樣等佢睇了，你個明白咧，嗰度先師傅學咧，冇需要啦。上帝冇喺學啦，騰開騰條煙，而冇就騰你招學咧。上帝學啦，第一影辦法嚟騰條煙，冇就騰你招學。你可能用囡仔的办法呢？哇，只单纯的来考你头前，你个会赢啊？赢？他们输，只只能够做袂到。哎，你赢大事，他们输，你只能够做袂到。啊，是歹做。好，但是咱个歹做啊，赢大事歹做，摊开大事都袂好做。啊，做啊，变得无输做。嘿，咱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予咱真正只用去赚到最好咧，哦，伊唔系咱勤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变咱来赚到最好奖，
用其他的办法。主啊，我来跟你讲情况，求你莫急嘛。主啊，我相信那来到你面前，你给我担债。主啊，这问题我无想来解决。啊，我无泪，我有病痛。哎呀，主啊，你给我得势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啊，有一个香港的人，啊，身躯重差不多110斤，就依旧，直接被拍3只。那伊无是啊，伊无确实是基督徒，然后教会那时间囝无去教会，所以因过一个大波，依旧去大家去拍枪，那伊无落去啊，唔知变怎。去教会做牧师，啊，牧师甲伊讲，然后伊过一道回家，过一道来去帮助，读主的话，我过是特肯读呢，宣告主啊，你变接受我，主啊，你改变我，主啊，我相信啊，你话讲啊，反正是信你肯信肯掉的人，听到肯掉了，啊，这里人地就好，好地就好啊，无够分，哦，到底要拍仗，变咩拍仗？嗰啲攰攰嘅，俾到身身 ，OK， 俾出即啲冷極嘅上帝，其實冇騰開，嗰時上帝回覆嗰時，嗰時刀啊，嗰時大家要熱情悔改，嗰時刀咧，哎呀，刀爆咗啲，你回啦，只一影騰到啲魔掌，啱唔啱嚟睇嘅？